投射铺就可以勉强都坐一坐，可以勉强坐一坐。咁啊，呢铺揿呢一个大嘴同埋蔡文姬，大嘴独菜都冇咗，三无位唔错啊。赢咗头几铺之后，嗰啲运气就差翻少少，正常嘅呢个。冇可能一直系咁好。仲有于禁夏侯惇都好劲，系啊，于禁好劲，应该话于禁好劲，唔系夏侯惇好劲。于禁 ，OK， 于禁，金陵都好劲噶。即系我成日所讲就系金陵系一只性价比极级大嘅将。性价比系咩意思咧？就系佢嘅能力，佢嘅能力同埋呢一个。同埋呢一個嘲諷啊，能力高嘲諷低，咁個性價比啊高，好鬼凍，即係開冷氣，搞得大啲啊凍，搞得熱啲又熱。斷線先會智能托管啊，咁即係逼人斷線啫，呢個係嘛？啱唔啱？哇，同金陵似马筋，好难搞。过河拆桥，加马你又冇可能。撞唔撞住，死就死啦，应该死噶啦呢铺，冇办法，你撞又系死，你唔撞又系死。应该杀金陵啊嘛，佢就唔杀啦，唔知喎呢个。真系冇办法呢铺，你一定要推嘅。有一只六匹见唔到，所以我就最惊系呢样嘢。最惊就系呢样嘢。太子妃都勁，勁梗係勁啦！大橋孫策都勁，小橋孫策勁啲，我自己覺得。等呢個金陵八三尖刀唔可以過走佢，就算我開大咁樣等八三尖刀，好似好蝕底，好似好蝕底，冇人殺呢個金陵，見唔見到？所以呢盤應該 GG 嘅感覺，呢個都非危。呢个都呢、这个应该系六皮嚟。呢、这个兵就好啊，跳下身份先冇问题，杀多刀得唔得？好难打呢、啊、铺，你唔杀唔得，因为惊后面仲有六皮咧，咁啊即刻 GG 嘅呢铺，即刻 G 啊同你讲，灵同金灵都太强真系，同埋呢铺应该好多六皮啊？点解咧？因为灵同金灵，头先我哋成 round 冇人杀佢，完全见唔见到啊？冇人杀过，完全冇人杀过，咁即系代表啲咩咧？代表就系、是。可能是大六皮，可能是大六皮，一滴血都冇扣过添，见唔见到？佢肯定查我，冇所谓，随便查。反正呢铺都难噶啦，后面大六皮你做唔做嘢都系输。查咯，查一查，随便查。
嘿嘿，激死你！泪洒梨花前，天命清楚，也由我来定，也由我来定。激死你个金灵！我个 friend 早几日玩，拎张火攻烧自己之后落住对面觉醒，咁识玩啦！咁识玩，喂，你唔好搞我，但系我同我 team 嘅，我搞个金灵，啱啦，怼死金灵，冇错就系要搞呢个金灵。当然小乔宣杀好劲，系啊 ，nice 啊！呢个傻歪歪绿皮狗，全部绿皮狗，黐孖孖，黐孖筋嘅真系，见到好多绿皮狗。负我汉头，此志不渝。冇乜用啊！呢排讲真要出嚟嘅，你唔出都系死嘅，唔出都系死，但系派堆底。铁锁连环，以智取胜，四两拨千斤。火攻，以智取胜，四两拨千斤。应该烧唔中。可以挑边个？上下家冇乜用，唔挑，仲比得肚饿，见唔到？自负见行。系咪杀金灵？你冇可能杀我啩，大佬吕布，你唔系咁弱智啊嘛？乐不思蜀。你睇唔出好多好多绿皮狗咩，大哥？哇！呢个系绿皮狗嘅好儿子，绿皮狗嘅好儿子。唔够啊！大乔宣策都好劲，唔差咯，唔差。呢、這个云系唔可以睇噶嘛，即系唔知道人哋嗰个云系乜嘢，系乜嘢势力。但系佢唔用下啲云，魏国、蜀国、吴国都有噶咯。用咗一个吴国嘅孙坚，今日开咗张万箭齐发，一定要怼死先啊！呢个金陵唔怼死，好大镬，好大镬，真系好 Q 大镬。好彩冇人救。应该就唔会系咩大魏国嚟，所以唔使惊。留住招带，继续唔好用。曹操嘅南蛮入侵，曹操嘅南蛮入侵。你觉得有冇蜀国咧？呢度喂，继续干佢得唔得？喂，有机会啊！呢铺讲真，虽然话我哋应该死嘅，我觉得我哋系有机会嘅。但是全部三血，一个四血，都是难，应该都问问水。魂聚则生，魂散则去。六氏父子一定是最渣的朱鸾，是啊是啊，仲有啲咩渣啊？朱鸾嘅话。芭比算唔算啊？芭比张辽算唔算渣？不过其实唔会咯，因为点解咧？因为好多时都系魏国开团，魏国开团你可以帮队友奶一奶，奶多滴血。如果我系吕布咧，我会怼死呢个夏家，我会怼夏家，我唔会怼呢个矛盾。信不信由你啦，我会怼夏家。他再两个魂是什么呢？我真的想知道。顺策那些不用，留下他先。见不到啊，绿皮狗。Can you see? Can you see? This is green dog. This is green dog. 跟我读一次，咁多位。Green dog. Green dog everywhere. Everywhere.跟大家讲，六七可能都有机会系绿皮狗嚟，
虽然话佢哋冇救呢个金陵，可能知有阻潜想救，唔出奇嘅嚟讲。佢好杀我，讲真，呢个要照闪噶啦，唔理噶啦，又走晒又走晒噶啦，反正一张牌。睇下有冇啲咩留俾啊、奖费啊嗰啲咁嘅嘢咯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好啊好啊 ，nice。仲喺度问我点样打你啊？烂啊，绿皮狗！呢个可能又系绿皮嚟啊！见面就话。见唔见到啊？走埋，唉，唔够我讲啊，走佬似孖筋，仲话咩啊？就系我喷出嚟先系 B B 啊！喂，你讲嘢先，我又打个字咩，哥哥？阿哥哥，吓，阿哥哥。呢、這个我哋唔理佢啦，呢、這个唔理佢个落啦，都理唔到咁多噶啦，呢个环境。无中生有，熟读经史，极致于心。决斗以智取胜，四两拨千斤。呢、这个唔挑啦，佢可能有杀嘅。可能有一丝嘅生机啊。可能有一丝嘅生机。睇下呢一 round 可唔可以爆一爆。感觉都係好难。周瑜王盖。阿斗云梅。阿斗云梅囉，係。其实呢，我就冇义务帮你打工嘅，讲真吓，我冇义务帮你打工，你唔做嘢呢，我都唔会帮你，讲真。反正我赢唔到，断线啦！魂聚则生。诶，佢呢个系咪唔用得噶？呢个魂左持嗰个回合耐啊！正如牌堆顶回合，系咪唔用得噶？呢个挑此回合喎，唔係喎，用到嘅喎，呢個唔可以跳，係嘛？用到噶嘛？回合外係咯，因為可以唔係喎，可以閃，唔係喎，唔可以閃。喂，有冇人知啊？呢個而家唔可以閃噶嘛？係嘛？不過你個仗真係唔怕，我唔怕。周瑜孫策好勁嘅，大哥。周瑜孫策好勁嘅。
哇 ，AK。百鬼众魅，自负剑行。成日量唔到酸叉啊嘛，系噶，系啊。你再唔做嘢咧，我怼你噶啦，阿陆顺，你再唔做嘢，我怼你噶啦。我冇义务帮你打工，讲真，好舒服啊嘛，你而家六皮狗，我换唔到三血咧。陆顺再唔做嘢呢 round 咧，我怼佢噶啦。你唔好度到三张牌，你唔做嘢，街砖你唔落咧，我肯定咬死你。冇义务帮你打工，都系嗰句。殺中機會是零，竟然沒有啊，大哥，你什麼牌啊？你殺又沒有，閃又沒有啊？樂不思蜀，我挑他可不可以用張雲來出殺呢？有沒有人知道啊？這個，喂，有沒有人知道啊？這個，喂，快答我，快答我，我挑他可不可以用張雲來出殺？有沒有人知道？有沒有人知道？有沒有人知道？之光微微，我也要尽力而为。有万字，有万字。可以啊嘛。师尊大名，又如何敢与我对阵？南蛮入侵，熟读经史。魂聚则生，魂散则去。你一顺茶唔该。精唔精警？精唔精警个铁索连环？精唔精警？因为我知呢个周氏会死，所以我唔会连佢，我一定系连呢个吕布，连呢一个左慈。精唔精警呢个铁索 ？replay 一次好冇？黐孖筋有毒妙，技术国战。极级难啊！卸甲奔袭，摧枯拉朽。过河拆桥，杀闪。顺手牵羊，极级犀利啊！你铺三只六皮狗，同我装，继续装，装 B， 打到你出血。基本月都会爆发一夜，因为你有姜维啊嘛，你有官星噶嘛，官星呢个太紧要啦，官星实在太紧要啦，真系，你冇官星咧好难嘅。
时光微微，我也要尽力而为。铁锁连环金钟，熟读经时至于习至于心。百鬼众魅，自负见邪。转守为攻，以静制动。黐孖筋，一级难啊！你铺。哇！欢迎 Iris Live， 欢迎你啊！唔使做嘢咩嚟噶？系咪好得闲啊？最记得 Tommy 话周瑜摸衫不及对面好用，摸多张啫嘛，啱唔啱先？所以你观星就系帮你观啲锦囊。所以点解咧？如果大家记得咧，呢一铺咧，一开始个选将咧，好似系有李典配，系咪典韦？李典典韦，但我冇拣。因为点解咧？因为我唔想玩魏国，我觉得魏国赢咧对我嚟讲冇乜意思，太易赢啦。魏国如果开团嘅话咧，系嘛？如果你呢铺睇睇一睇先，如果呢铺咧讲真啊，如果我哋李典抢首粮三号位有张 A O E 嘅话咧，有机会开团成功，有机会，但系都唔系太容易。即系第一就系唔中意玩魏国啦，魏国赢嘅话咧，冇乜意思，即系唔系好爽啊。第二就是魏國而家嗰個嘲諷太大，你出嚟又唔係，唔出又唔係，係嘛？我哋寧願玩一個比較有啲操作感嘅，有啲技術，同埋就唔會有太多隊友嘅黃月英、姜維、蜀國咁樣贏咗咧，嗰個滿足感啊強啲。所以我哋揀呢一個嚇，仲話咩？做咩要打我啊？你唔打魏狗弱智仔嚟嘅你個女盟，整緊弱智仔。No need to write shit reports。哇，仲要做 report 嚟噶？做咩 report 啊 ？Writing while watching your video as mental support。需要我嘅心灵安慰啊，俾啲心灵鸡汤你，轻松 ，OK， 冇问题。好快就会过去，好快写完，写完就一天都光晒。我讲啊，我唔知点解佢咁样连呢个铁索咯，唔知点解要连呢个铁索，其实冇乜意思嘅，只可以话佢系用啲咩嚟连铁索噶？佢系用一张睇先，佢就系用真嘅铁索连环喎。咁点解你唔重铸埋咧？如果呢个左池咧重铸呢张铁索连环，再嚟多一张杀嘅话咧，周氏一张杀，咁我就 P K 噶，你铺，咁我就已经瓜老残噶啦。系嘛？所以呢啲又系好细节咯。但我当然睇，即系头先打嗰时咧，我唔知道，因为我唔会理咁多，仲留意佢系咪即系用真铁索定系用云嘅铁索，我唔会理嘅呢啲。不过唔可以用云啊嘛，因为我同陆逊都唔系一个同即系相同势力，所以一定系一定系用真嘅铁索，用真嘅铁索系啦。打错啦，呢、這个落啊莫名其妙。即系你唔好话喂姜维你落嚟冇用喎、啊，咁但系你都破坏佢个官星啊，大哥，啱唔啱先？即系呢两个又系菜咯，呢个又唔知点解一张闪都冇。其实咧呢个又系菜啊，但我唔知佢系心机定系咩咧。你大桥你落个死人嘅马腾做乜嘢咧？我唔知佢系特登即系费事呢个蜀国清场，咁就所以落住佢先，就冇落呢一个吕布。咁我哋出嚟啦，咁多位见证奇迹嘅时候到啦。咁呢一 round 咧，你要赢咧，一定系。爆噶啦噃，闪晒啲冇用。OK， 尤其是你都唔需要挑啦，你有土，你挑啊挑周氏，因为南麻侵挑佢个藤甲。咁啊，吕布如果有杀嘅话，你两张闪咧都冇用啊，所以闪晒其实冇乜用噶啦。闪晒其实冇乜用。呢一度咧有第二个打法啦。呢一度有第二个打法就系咩咧？同大家讲一讲啊。呢个打法咧就系可以咁样观。喂，唔得嘅，点解呢个？可以点样观呢？喂，喐唔到啊！而家以前唔系喐到嘅咩？应该咧就系点咧？应该咧就系我哋铁索连环第三章有冇得喐啊？喐唔到啊！顶佢啊！铁索连环第三章啊！我讲多次啊，重新讲多次啊！应该点打咧？呢一度有第二个打法。呢、這个打法就系点咧？我哋先杀观埋佢嗰个八卦阵先，观埋佢个八卦阵。咁样好似会好啲啊嘛，咁样睇翻第一张杀，第二张闪，第三张铁索连环，
就系杀呢一个吕布嘅时候咧，佢判一张唔得，但系我哋摸唔到蓝牙噶咯，系嘛？我哋先要开蓝牙，系嘛？先要开蓝牙，唔得咁又先要开蓝牙嘅话，你又挑周氏开蓝牙，蛮战要收两张人头牌，唔得啦，唔可以咁打啦，唔可以咁打，乱晒啦，乱晒，都系跟翻我哋头先个打法啦，唔可以咁，因为有蓝牙侵，我哋攞唔到，我哋唔可以。唔系、哦，我哋杀可以唔要喎、啊。讲真，因为我哋有呢、這、一个，我哋有张葵扇杀啦。唔系谂一谂先，再嚟过，再嚟过，再嚟过。如果我哋攞张蓝牙，唔系咁样，应该咁样，应该咁样。头两张我哋攞张铁索，第一张铁索啦，第二张蓝牙侵，第三张黑色嘅杀，第三张黑色嘅杀。第四张咧可以拉落去系嘛？咁咧嗰个情况会点咧？我哋一开始咧就杀一刀呢个吕布先，杀一刀吕布佢判八卦阵啦。咁判八卦阵嘅时候咧，佢嗰张判定牌咧就系张梅花五嘅闪嚟嘅，因为我哋摆第三张啊嘛，啱唔啱先 ？OK， 佢吸匀啦。咁吸匀之后咧，因为我哋头两张咧已经攞咗铁索连环同埋蓝牙侵啦嘛，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可以再挑呢一个周氏，再挑呢一个周氏，挑佢个藤甲，跟住铁索先，铁索我同埋呢个吕布。其实可以不用添啊，不过冇所谓啦，因为我哋黄月英啊嘛，啱唔啱先？咁跟住再放呢张蓝牙心，好似咁样就稳阵啲，就唔需要靠临尾咧，唔需要靠临尾咧嗰个火攻，啱唔啱啊？啱唔啱先？咁多位，我哋有即系赛后检讨啦，即系虽然话赢咗你铺啊，但系都睇下有啲咩可以改善一下，啱唔啱啊？正确打法啦，再重复一次，这个都几多嘢学噶，好似首先咧，我哋。点打咧？呢一度官四张，因为我哋有张杀啊嘛，而家葵扇杀 ，OK， 所以我哋应该点官呢？第一张啊，再重复一次啊，铁索蓝牙我哋要攞嘅 ，OK， 铁索蓝牙，蓝牙摆第二张先，跟住第三张我哋摆呢一个梅花五嘅杀黑色嘅，第四张我哋呢张闪咧拉落去，拉落底，唔知咩嚟，唔需要 ，OK， 咁我哋出牌嘅时候咧应该点咧？杀一刀呢个吕布判八卦阵，咁佢会判张梅花五嘅杀嘢。啱唔啱先？咁就扣血啦呢个位，扣血嘅时候咧，跟住我哋第二样嘢要做咧就系呢一个重铸铁索连环 ，OK， 用埋铁索连环过多张牌先，我哋未知咩牌嚟嘅。咁跟住我哋挑呢一个马腾嘅兽衣，最尾开张蓝牙侵，咁就 very nice 啦。如果左前冇呢一个群魂咧，收晒两件群红，啱唔啱？啱唔啱先？呢个牌序，啱唔啱？啱唔啱？啱唔啱？嗱，又学到嘢啦，咁多位。所以点解咧？有时就系话，我哋睇翻啲 video 咧，我哋要谂多啲嘢咧，你会知道咧，你点样打咯？你会学到好多嘢，你会个思路更加清晰啲，亦都令到你嗰个水平咧越嚟越提高。呢、這个我都应该冇咩人谂到啊嘛，因为头先得个十五秒咧，你基本上冇得谂嘅。你见到张铁索同埋蓝牙即刻立晒佢啦，你拉底咧全部啱啱先？所以這個呢个咧又系一个学到嘢嘅地方啦。闪拉落去，攞铁索蓝牙第三张，官张八卦阵回翻五，咁啊对一刀左慈先，对一刀左慈先。因为如果你先放蓝牙嘅话咧，如果你先挑呢个兽衣，再放蓝牙咧，你收两张人头牌咧，咁啊乱晒噶啦，嗰个牌队你都唔知判唔判，官唔官到张八卦阵系黑色嘅，啱嘛？所以呢个牌序又系咁啦，呢个打得唔够完美啊，我哋有赛后检讨啦，是不是很好玩呢？很多不同的思路的，真的。但是最后我们都有点幸运了，这个位置就。哇，欢迎 Hugo 啊。计牌赌场是啊。是吧？因为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，我们估不到这张八卦阵。如果这张判了红的话，我们有机会输的。所以刚才呢不应该这么打，应该跟我的方法，刚刚我们看回那个方法。幸运来一张火攻啊。咁我哋啱啱其实呢个位咧，我做咗啲咩咧？我唔系咩谂下点出牌，我系睇下咧我个花色够唔够啊？咁啊好彩都够啊，因为我哋要烧呢个大桥，要烧呢个大桥。咁啊好彩够花色咧，好彩佢都冇呢个群魂。学到嘢未？咁多位学到未？学到未？